瞧瞧了吧，就咱俩清闲。哎，你别说，我现在还真挺佩服张明辉的，办事挺利索。这么大的案子要是让他给破了，那他升级肯定有戏啊。哦，哎，雨飞，我听说法医的检验报告出来了，你能不能帮我弄一份复印件？干嘛？因为我怀疑凶手是两个人，一男一女。两个人？只是猜测，所以我想看看。 我想办法。喂，啊，是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什么事儿？一个女的钟点工，把男主人给打了，男主人头部受伤，送医院了。女的让保安给扣下了。走吧。哎呀，这年月，女人厉害啊。 让死者致命的是胸口的刺刀，他咽喉部还有生殖器部位的刀伤和头部的枪伤是后加上去的。看来凶手真是恨极了张爷。其他方面的侦查结果呢？这个凶手是用一把万能钥匙开的门，肯定没出声音，应该是个开锁的行家。凶手先是捆绑了死者，而后杀的他，原因是因为现场根本没有打斗的痕迹，这说明死者张爷。 根本没有抵抗或者瞬间就被制服了。这个凶手先是关了他的手机，而后又拿了他的车钥匙，却没有留下任何指纹，也没有留下有用的脚印。应该是个老练的杀手。死者张野是晚上9点多开车回的家，他女朋友不到10点就走了，是坐出租车走的。据小区的保安讲。 死者的车是晚上11点1刻又开出来了，今天早上在江边被发现了，车况良好。由此我们推断，作案时间应该在晚上10点到11点1刻之间。张队长，你们是不是有个初步的结论？这个凶手很职业，也很凶残，他或者是与张野有极大的仇恨，或者是受雇于张野的仇人。 根据屋中财物未被动过的情况分析，排除谋财害命，这是一起仇杀案。但是具体什么样的仇，还不好定论。这个凶手能够大摇大摆地从门口出去，说明他知道门岗不会要求停车检查。从刀痕上看，凶手有力气，应该是个男人，体壮会功夫，有很好的心理素质。那你打算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始侦查？ 从张野的关系入手，现在仇杀是肯定的，我们就从这个动机入手，查张野有哪些仇人，还要排查有案底的和两劳释放人员。那么还有一种雇凶杀人的可能性，我们就要排查职业打手和杀手。你们是刑警队的，是你们这报案的吧？是，我是保安队长，就是这女人打了我们业主。
真够可怜的，看起来他真不容易啊。哎，这钱让他赔啊？赔他个屁！走，干嘛去啊？找那混蛋去，路飞里口供。走。什么意思？欺恶扬善？全是给你面子啊！行啊你。走。你们有没有搞错啊？好了吧？好了。来，手绢摁名字上。这颗钻石是张爷买的赃，他视为心肝，一直藏在保险柜里。他双手奉出他的心肝，却又没有办法跟任何人去诉说。打落的牙齿也只能咽到肚子里。这一票，本该干的是神鬼不知。可你呢，却让它变成了一起仇杀案。小妹啊，我让你独得这价值千万的钻石，不就是为你复仇吗？我本来没想杀他的。他曾夺去你的贞操，逼你为娼，野蛮地蹂躏你，的确死一百次都不为过。可你不是当初的一枝花了，小妹，你将有美好的未来，你不能为了复仇而赔上自己的性命。我说没说过，张野在我们的视线里，他的性命我们随时可以取，但绝不是这一次。大哥，我没想杀他，是他。事前我都问过你，如果遇到了仇人，你能不能控制住情绪？对不起，是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让他认出我。哎，那八点的复印件。专案组的人怎么说？凶手是个男的，杀人很职业，练过功夫，肯定是张野的仇人，或者受雇于张野的。侦查方向呢？他们着重侦查张野的社会关系，排查那些跟他有仇的人，尤其是新结仇的人。张野这个人的情况怎么样？
社会关系相当复杂，黄、赌、毒全都染指过，而且还有犯罪前科，他的仇人可不少。这发件报告证实了我的猜测，凶手应该是两个人，一男一女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，从造成刀口的力度来看，胸口的四处刀伤应该是那个男的，而喉头和生殖器的刀伤比较浅，而且有明显的性仇恨意识，应该是你的。可是张明辉他们觉得凶手只有一个人。可是我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我检查过酒瓶和酒杯，其中有一瓶洋酒和两个酒杯被动了。他们杀完人以后还喝酒？而且主谋还是那个女的。所以张明辉找那个男人，咱们就找这个女的。你觉得咱们这么干行吗？那有什么不行的？那个张明辉酒杯和酒具他都没查出来，他可比你差远了。哎，这态度可不对啊。我们给张队长做一些辅助调查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向，但是张明辉已经可能派人去了。哪儿啊？锦江小区。没错，梁局，我已经派了不少精明强干的人去那里排查了。你对局里夸下海口说此案被破，就是因为你对锦江小区有信心。锦江小区有一套不错的监控系统，尤其是晚上红外线的监控设备，那绝对是先进的。一个外人或生人想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小区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这话也不能太绝对了，罪犯当然会了解一些张野生活环境的情况。我亲自审看了小区当晚所有的录像资料，基本上可以断定没有人从小区大门以外任何地方进入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罪犯即使不是本小区内的，也一定在小区内有内应？这个锦江小区是别墅区，居住人口不多，这给我们的侦查工作带来了方便。我相信线索很快就会显现出来。你走的路子完全正确。啊，还有，梁局，我已经传唤雷鸣了。很多外地有案底的人来这儿，都是投奔他的。林警官，我保证，我交这帮朋友都是些讲义气的，跟那些杀人放火、强奸贩毒的事儿从不沾边。你在江阳认识的那几个烂人，我都认识。我让你把最近来你这儿的外地人都写下来。林警官。我那帮朋友没犯法，写人家干嘛？我这义气不全丢尽了？义气？你跟讲义气是吧？信不信我扣你48小时，我看你还讲不讲义气？林警官，我冒昧地问一句，这样做合法吗？雷鸣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对你进行的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例行调查，你说合不合法？你要是不想当犯罪嫌疑人，你要是还想在江阳混下去，哎，得，行，我给你写还不行吗？反正最近外地也没来朋友。我说过了多少次，情绪是智慧的天敌。我们在江阳另开张，所选中的目标都有见不得人的历史，所以每一票都要干得神不知鬼不觉。为什么呢？我在吸取当年的教训。当初我们被一种挑战的情绪所左右，与国家机器直面相对，于是夜宵集团扬了名，立了腕，可且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。他们就像我的学生一样，非常的可爱，却在同一天都死了。
好了，这只是个意外。好在警方认为凶手只有一个人，是个男性。警方在排查锦江小区，那三哥不会有问题吧？他会最先被排除嫌疑的，因为那天他和客户在外地追款。哦，那太好了。大哥，大家都想见见你的真容。怎么，先听我的声音还不过瘾吗？现在还不到时候，现在有你露面就够了。石敢呢？哦，石敢他在家里闷得慌，出去了。还是让他少走动啊。啊，我知道。啊，好。大哥不留你在家里住，实在是怕给你找的麻烦。张野被杀的案子，公安怀疑是外来的杀手，让我说几个外来的朋友，我随便说了几个，应付了一下。我可没提你，雷大哥，够义气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哥几个，干了啊！你跟那小子怎么样？也真帅啊，一般般吧。我跟你说吧，看着你们俩看电影去。哎呀，干什么时候？这里。哎，小飞，那个，哎，有空吗？干嘛呀？找你沟通工作呗。你跟我沟通什么工作呀？找你们家太上皇沟通去吧。太上皇？什么太上皇？装什么傻呀？你们那个太上皇一手遮天的张大队长，瞎说什么呀？你在那儿，万一让他听见，以后有你好看的，我告诉你。哟，这清点的御林军还关心起我们这些小喽啰来了。我这不就关心你了吗？爷，咱俩还是保持距离的好，不然呢，你就该关心你自己了。什么话呀？我怕什么呀？真是的，我一定要拉近咱们的距离。我跟你说，你们是谁呀？专案组，那是办大案子的，像我们这些小喽啰连毛都沾不着，这多大的距离啊！我是说，拉近咱们感情上的距离。好啊，嗯，真的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把张野案的情况跟我说说。案子？咱们就谈感情，谈什么案子啊？我就知道你办不到，小气，又不是国家机密。队长说了，不让跟专案组以外的人说，尤其是长征。我又不是长征，我就是觉得好奇。再怎么说，这也是我进刑警队以来最大的一起案子。连我这点好奇心都满足不了，谈什么感情？哎，小飞，先说说吧，
你从林汉那儿套了什么情报了？先说内部的，张明辉派了好多人去锦江小区排查，但是锦江小区的住户大多有好的工作跟生活环境，没有在道上混过的，所以没有一户进入黑名单。哎，张明辉急了。张野的情况了解多少？张野这个人原来是道上混的，后来欺横霸市赚了一些钱，就干上了娱乐业，开了一家酒店和一个夜总会，主要还是以组织卖淫挣钱。因为跟人家争地盘被打成重伤，离开江阳五六年了，最近才回来的。别墅也是新买的，听说是要重操旧业，不过呀，地儿还没选好就挂了，这种人死了活该。你这样啊，抓住张野组织卖淫这一条，因为有很多女的是被逼走上这条路的，所以应该说跟他积怨很深。我去查一查以前给他干过的人。我对这儿的情况不熟，你多出点力。为了给张明辉好看，值了。哎，你说你要是这么从林汉这儿套取情报，他要觉得你对他有意思，你脱不了身怎么办？啊？到时候再说呗。哎呀，这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！啊，行了，英雄，给。这什么呀？赔给荷花的500块钱，你让他在单子上签个字。嗯，好。大哥，张爷死了，我遗憾也没了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在他死的那一刻，我怎么整个人都给空了一样，好像是那种虚脱的感觉。你是说你没有了欲望，没有了目标？那一刻我是这么认为的，可是后来石敢他……石敢他怎么了？他向我求婚了。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你觉得是现实吗？开始我是觉得不现实，可是石敢说的他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真诚，他打动了我。你知道，在这个世上有两个人最疼我了，一个是您，您对我的恩情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，我也还不清。再一个就是石敢，石敢让我有了生的欲望，又让我重新找到了幸福的憧憬。大哥，您知道小妹命苦，从出生就不敢想有幸福，可是石敢他真的让我有了希望。我明白了，那你谈谈你们的想法。我们想远走高飞，隐姓埋名，找一个远离是非的地方，终身厮守。好吧，我祝福你们。您答应了？我会给你们准备一大笔钱，算是我的贺礼。大哥，你对小妹的恩情，小妹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了。Thank you.
喝得有点猛了。哎，反正还有时间呢，要不我们请刘兄弟去喝杯茶，然后再送你去车站，怎么样？客随主便，喝什么都行。走。哎，荷花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找林老板？啊，我想管他借点钱，他没饭。借钱？是啊，我都想好了，你都帮我做担保了，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。嗨，你说起这事儿我还想起来了。来，这个你拿着。这什么意思呀？哦，那个男的他承认了，他要非礼你。这是他赔你的精神损失费还有误工费500块钱，不多，你先拿着吧。来，在这个回执上签个字。哎，这儿啊？不是，我还是没明白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呀是怕你起诉他，你要真起诉他的话，他麻烦就更大了。可是我没说要起诉他呀。哎，谁让他欺负我邻居来着？那我还不弄回几袋奶粉钱呢？南征，你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做。你不是说过吗？人得讲点私人感情，是不是？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都是朋友。哎，明天早晚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哟，在这儿干嘛呢？啊，你进去。我这刚跟荷花说两句话。经理，喝一杯鲨鱼牌呗。好啊，啊，哦，林老板，林老板，啊，这位是咱们黑龙江的朋友，刘学。哦，你好，刘学。你们刘兄弟今天走，我们给他践行。这酒喝完了，得喝点茶润润嗓子呀。哦，那里面请啊。啊，哎，还有林老板。能不能借我们点钱呢？回头还你。挺为难的，林老板。你可要记住，是谁在保你们的平安？你们保平安？你们干什么的？你是哪根葱啊？我是警察。今天逛街的时候，把你选的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你送我的，我当然喜欢了。我杀了个人。记得我跟你说过的，我找的那个仇人。你碰到他了？对，偶然相遇。今天他就要离开江阳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跟我商量一下呢？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跟你没有关系，跟集团也没有关系。我的事儿吗？可是机会难得，我找了他这么多年，如果今天他跑掉的话，我真的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所以我没有时间跟你商量。你在哪儿杀的人？在一个茶社的门口。没事儿，有几个人看见了，但是我戴着头盔，他们根本看不清我的脸。什么茶社？叫什么十来阁吧。不会的，你不会在那儿杀人。你怎么会在那儿杀人呢？你怎么会在那茶室杀人呢？你真的是太笨了。这起凶杀案就发生在我面前，我忽然感到异常寒冷，好像浑身的血液都被凝结了一样。你说一下当时。我意识到自己松弛了太久，当时我们本能的开始反省自己职业性的警觉，是因为什么而变得迟钝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追，但是他的车骑得实在太快了，我追不上。那个杀手长什么样子？身高大概在1.75米到1.80米之间吧，身材很魁梧，因为戴着头盔，脸部特征看不清楚。行，这块没你事儿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到屋里坐一会儿啊。这个留学是哪儿的呢？黑龙江。原来你是个警察。我知道你们生意人不太愿意跟警察打交道，所以就没跟你说。抱歉。哎，警察也可以成为茶友和棋友。所以我说了，我能帮你对付那些混混。嗯，你一定是个极优秀的警察。我是个没用的人，还优秀呢。你没看见吧？就算是在案发现场，我也没有参与破案的资格。那不公平啊，你理所应当参加破案工作的。我这个人无所谓，反正我也胸无大志。看你下棋的韬略，胸中自有甲兵无数，可不像个自甘寂寞之人啊。这是谈不上，真的。我现在就是喝茶下棋，深入其中，与世无争啊。不对吧，刚才看你玩命去追那杀手的样子，还能说是与世无争吗？这不管怎么说，我毕竟是个警察，我得敬业啊。嗯，这倒是个令人敬佩的标准啊。那张队长为什么不喜欢你呢？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，我刚来嘛，在他手下干，他对我有一个熟悉和了解的过程，这很正常。那好，以后如果你在工作上有不顺心的时候，你就到我的茶馆里喝喝茶、下下棋，我这是永远的欢迎。谢谢。多少年？
才能走到终点。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，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。天地间人我展翅高飞，谁说那是天真的雨到终点，孤独胜过黑色的世界，只要肯期待，希望不会坏。